全世界八卦掌起源于四川峨眉山与青城山一带，碧云、静云二位道人所传，传至我身为第十代。其掌术是寻阴阳八卦之道，动作形意之理演练而成的一种攻防一体、内外合一的明玄掌术。玄道掌术共分八型，即蟒、狮、虎、熊、蛇、马、猴、鹏。八型不同，动作各异，演练起来应慢中有快，快中有慢，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使表演充满了浓郁的文化韵味，动作美观大方。简单的介绍一下前世阴阳八卦掌的掌形、掌法及掌势。掌形就是象形之意，现在我做一动作，现在我做了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种掌形，这个掌形像老虎的爪子，因此称为虎爪掌形。我再接着做一动作，刚才我做了一个旋劈动作，
又做了一个玄霄动作，霄掌和劈掌为掌法，掌法就在掌形的基础上掌的使用方法。什么叫掌势呢？我把动作恢复一下，这个掌形是胡来掌形，它是竖立着的，叫竖掌式，应用于虎形掌的特有动作上，称为虎形掌式。我所讲的只是介绍什么叫掌形、掌法及掌势。阴阳八卦掌有很多的掌形、掌法及掌势，随着以后动作的讲解逐步讲出来。现在我简单地介绍一下田氏阴阳八卦掌的基本步伐。基本步伐有八种，即站、撵、扣、摆、转、踏、穿、赶。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站步。站步很简单，就是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单腿或双腿的支撑站立。那么撵步呢？阴阳八卦掌只存在这种前脚掌的向内旋撵或向外旋撵作为动作。扣步以后，我做的是向外旋撵动作，这是向内旋撵动作。那它有什么功能呢？基本上有三个。第一个，跟别的步伐配合，形成向内拧眼，向外摆踢斗打。第二个，利用撵步可以改变身体的中心位置。我做一动作，现在我是向前推掌，如果后方有人进攻我，我需要去做一个穿掌动作，这样做是错误的，只有通过捻动把中心移过来，这样才能有力量达到力的相对完美。第三个是跟别的步伐配合，形成动作位置转移的一种方法，改变站立的位置，下面的步伐涉及到步行的问题。那么我先讲一讲步行与力的关系。我做一动作，前脚是顺向向前，这样对垂直来的力、直接对方来的力是有一定的抗御能力，但是对左右来的力，从左右来的力感到非常的脆弱。为什么？因为前脚是顺向朝前的，我们改变一下步行，把脚扣过来，大家会发现中心，力的中心在脚掌的中间部位，它对左右来的力有一定的抗御能力。第二点，身体中心与力的关系和与速度的移动速度的关系。我再做一动作，如果我是这种步伐，身体重心在于后部，那么对向前的推力如何呢？我们先分析一个问题，向前的推力大小决定于蹬力的大小，蹬力的大小又牵扯到腿的蹬力角度的好与坏，所以这种中心位置对力的推动方面、蹬力方面不如身体中心向前在于中间部位，这是一个。又由于
登记的角度不良，所以造成登记的力量达不到，也就涉及到了移动速度的快与慢。现在我讲一讲阴阳八卦掌的后部与摆部。后部是用脚的内侧沿弧线后部后脚落地，摆部是用脚的外侧沿弧线摆脚落地。那它步法的要领是什么呢？我把动作讲一下。就是靠步要做到膝与脚合，就会出现中心位置在中间。如果说膝超过了脚，重心稍前，会叫对方顺手牵羊。如果我们向后，膝和脚尖没有在一垂直线上，会造成推力的不良。那么另外一个要领能做到肩倚胯合，为什么呢？我把动作做好，如果肩倚胯不在于垂直线上，会出现重心前移。如果说向后，就形成了仰身动作。所以要做到肩倚胯合，膝倚脚合，也就做到了腰如轴立。下面我再讲一讲转步。转有很多种，包括银转、砖转、果转、蒸转等，同时也有练习八卦掌时转圈之转的转步。这一部分我们在讲走阴阳鱼中做详细的解释。踏，所以抬膝以后向对方冲击，有震针的作用，震平的作用啊。踏步高抬膝以后形成这种动作，踏也很多种，比如说有兜踏、抖踏，有很多种。穿，穿一听的名儿就是有追击之意，见缝就钻啊，就是见缝插针的意思。比如我做一动作，赶步，从这名字来讲就是追击之意，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必须在对方偏移失中，就是中心失意的时候才能用，因为迈步太大，或者在闪战之中可以用。我做一个动作，这是一种赶步，把步抬得很高，大步向前，但是要恢复它的步行，后步必须跟上，这是一种赶步。再做一下赶步。还有一种在猴形掌里经常用的是单腿支撑的，通过晃动去做动作啊，是单脚支撑的赶步。好，这一点我讲完了。现在我讲解一下基础动作练习之一，走阴阳鱼。在讲解之前，我讲一讲阴阳鱼图的各部名称。脚底下就是阴阳鱼图，外面的弧圈部分，外面的弧圈部分属于鱼脊部分，就是两条鱼的鱼脊形成了一个弧圈。中间的 S 线
是阴阳鱼的鱼腹线呈 S 状，这两个圆点呢自然是鱼的眼睛。在八卦图中的阴阳鱼有所不同，有两条鱼鳃线，每条鱼都有个鱼鳃线，鱼鳃线跟鱼腹线形成了九宫。当然了，鱼身上还有鳞，所以它有战鱼身、免鱼眼、扣鱼鳃、摆鱼尾、踏鱼鳞、穿衣服、赶鱼浪之说。啊，这两个是鱼尾部、鱼头。我简单介绍到这里，下面我给大家做几个动作。首先，我站在九宫之处，你就站在鱼身上，我做一个捻鱼眼的动作，脚踩捻鱼眼，重心压过来，捻鱼眼，扣到阴鱼的鱼鳃部位，扣鱼鳃。盘摆落地，摆鱼尾。转一级。踏鱼鳞。冲他。穿衣服。走 S 线。赶鱼浪。跳出来。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做走阴阳鱼练习呢？它要达到如下目的：第一，通过阴阳鱼的弧线图案约束步伐的规范，使动作呢达到规范，同时呢引发出凝旋坐顶的手法、步伐及身法。那第二呢，适应吐纳规律，做到呼吸与动作相协调。第三点，体会一下田氏阴阳八卦掌、鹤形步、雕旋掌的韵味，那么可以锻炼视而不疑、心身合一的中心意识，学习凝旋之中的真果之力。在习练中，呼吸要自然，动作要到位协调，不可使用着力僵力，否则会伤身。应做到慢中有快，快中有慢，当然了，以慢为主，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体现出浓郁的文化韵味，使动作美观大方。现在我开始教授这套基本功练习动作，全套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九宫初式，站鱼身、捻鱼眼、扣鱼鳃、摆鱼尾。好，我们在于九宫位置，也就是阴阳鱼阴鱼的头部，做立正姿势，全身放松，双眼平视。首先，右手臂外旋，伸向左拧，同时扣右部。
而后上向川陇，阴阳相合，重心随之下移，伸向左拧，动作要慢，低一些可以练腿的力量，慢慢抬起，阴阳交互，向右旋，向左拧，重心慢慢抬起，然后做碾压动作，伸掌直移腹前，双掌慢慢抬起，做银胸动作，鱼脊弧圈，两掌招一直移顶上，掌心向下，掌指相交，然后伸向左旋，两掌逐渐分开下按，待一眼相平时，伸向右拧，双掌继续下按，再向左旋，眼睛看右前方，定势后前腿向前拧拱，后腿向内碾压，要唱胸拔顶，坐胯拧凹拧腰，双掌一个在腹前，一个在胯旁，掌心向下。下一个动作是碾鱼眼，右腿踩住鱼眼部向外旋碾，重心压过去，下一个动作扣鱼鳃，扣住阴鱼的鱼鳃部位，然后向右推踏，有坐顶之力，好，我把这一部分连起做一遍，不要低头，拦腰带动作快慢发力，画 S 线，一将于死吗？碾推，下一动作摆鱼尾，右手臂向左滚臂，而后旋拢，眼看左方，而后左手向左收掌后缠龙百步落地，然后左腿右腿沿弧线扣步反身推踏，跟刚才动作相仿，下一动作云龙展销，在胸前做一云手动作，然后裸掌伸展落地，动作完了，学习的方法有很多，现在我们用一种联想的方法去学习，可能动作就简单多了。我在做阴阳相合的动作上，
他也看出来了，在你的意识里好像你在将一个下手拖着一个他很大的气球，上手想慢慢的给他压碎压崩，但是做不到，只能给他压扁。那么我捧着这个球，所以向左运动，然后身体抬起，捧着球抬起，从上手的圆形动作将球翻了一个个啊，你必须要抱住它，完以后再向左右再向左，在这个动作上我们应该这么去想，用一种碾力将气球碾碎啊，看一下用碾的方法，碾碎以后我们希望应该有一个更大的球，那么就阴阳于己了啊，一个球做动作时啊，应该是松肩，完以后在球的中间画一个 S 线，用腰替代着画，那动作就很简单了啊，这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另外要学习好阴阳八卦掌，我们必须找出它的吐纳规律，必须使呼吸和动作相协调，我们在慢练过程中可以体验到这一点。我举一例，那去年当年上台起的时候，注意做吸气动作，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这样演练起来感到非常的舒服。那么阴阳八卦掌应该有这种特点，希望大家去思考去琢磨。现在我讲解第二部分，转移脊。这一脊部分包括如下内容，实际上这一部分在阴阳八卦掌上称作是踏地掌部分，也可以这么称呼，包括几个动作。第一是踏地掌式，刚才已经出现这种动作了，我没有进行讲解。还有走弧圈转圈，这是阴阳八卦掌中经常提到的转圈直转的步法身法。下面我们不能再做一个做一个或两个换向的动作。为什么要换向呢？因为你在转圈的过程中不能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去旋转，需要向相反的方向再进行旋转练习，那么需要有换向的动作。在这套动作中我们介绍两个换向的动作。首先我们先介绍踏地掌式，它的要领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把双腿叉开啊，比肩呢略宽点啊就可以。先做到唱胸拔顶，所以唱胸是不挺胸也不含胸，顺其自然。拔顶是指头部正直，完了将两手抬起去肘，叫沉肩坠肘。慢一些啊，慢慢的体会这一点，肩不要端起来，要松下去。完了坐胯拧腰，
那就出来了。定时后双掌的位置如下，一个在胯旁，一在腹前，掌心是向下的。现在我做的是靠部的他一张掌势，还有一个要求，要求三空即劳，所以三空，胸空指胸腔的意思，已经解释完了。手心空有种含力，足心空闭眼引起足趾抓地，根固，气沉丹田。初学者对定式的动作不易很好的掌握，要多练习站桩的方法。我们再做下一个方向的旋转，通过脚掌的捻动，双手不动，要转一个方向，跟刚才动作是完全一致的。眼睛看什么呢？我讲过，要看圆圈的中心。锻炼视而不移，心心合一的中心意识。好，掌势介绍完了。第二个主要的方面介绍，转弧圈。转圈部分是基本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走好弧圈呢？我们做一下分析。比如我们内侧腿在一弧圈上，外侧腿不去刻步而走直线，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会出现两个圆圈。如果说我们内侧腿在一弧圈上，后腿不去弧线摆步，出现直行现象，这样就更糟糕了，没法走小圈。这个现象大家看到了。那什么样的步伐适合走弧圈呢？阴阳八卦掌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弧线的靠步摆步的交替动作，沿一方向运动，产生了圆满的弧圈。摆步弧线的，靠步弧线的。那么我们讲一讲摆步的路线是什么，是怎么摆过来的。摆步在站步的基础上，后腿通过支撑腿的踝关节部位，小腿内侧起膝后沿弧线摆脚落地，靠步是沿支撑腿内侧踝关节，小腿内侧屈膝靠步，通过靠椅摆的交替动作产生了弧圈动作。第二点，摆步的身法是什么？它是在凝旋中之中的起落扣摆。凝旋是指腰部为轴，上身腰带动背部，背带到肩部，肘手。那下肢呢，是以腰为轴，带胯膝还有足部，它形成一体的凝旋。如果我们这么做动作没有凝旋，我们把动作改正一下，通过腰部的转动就形成了凝旋，动作的特点出来了。
那用什么方法去联系的转圈呢？谈到一个起落扣摆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人在正常的行走中向前走或向后退都是需要前脚掌的蹬地动作，前脚掌蹬地必然引起脚跟的抬起，所以说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不抬脚跟去走路的。那么一样巴掌的抬脚跟是自然的抬起，落地呢应是尽量的平脚掌落地，后摆步在一些技术动作上要求必须是前脚掌着地，才会产生向内旋捻或向外旋捻的力量。好，这部分理论我先介绍这里，现在我们把步伐走一下。起落摆，起落扣，起落摆，起落扣，起落摆，起落扣。我这是分步教授的做的动作，走起来应该是鹤形步交旋掌。鹤形的特点是步动身同动，步行身同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涉及到了人在行走之中重心在保持在中间部位的意思。鹤形是提膝抬腿，这样往落地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抓地的更力，利于技术的发挥。交旋的意思有旋转之意，再说这个劲儿来，这才是田氏阴阳八掌的特点。在行走之中，在走转之中，我们还要锻炼一种意识，就是真果之力，是保持身体动作不变形的力量，意控能力。所以走起路来，走正圈来，不允许上下的颠簸。那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很简单，你就去控制支撑腿的角度吧。好，看我练习一遍。转，从掌势开始，我介绍完了。但是刚才我做一个幻象动作没有进行讲解，现在我解释一下。当然逆时针方向旋转啊，定时以后想做幻象动作，注意身体向左旋，同时向左穿掌，向重心部分，而后前手臂内旋，外手外旋，双背气抓落对方，完了以后向右拧带，再以后伸向左拧，注意下来再上来，结束动作就产生了幻象动作了。
这是一种幻象的方法。另外还有一种幻象的方法，大家看一看，刚才做的是悬穿的幻象方法啊，悬穿凝带的方法，下面做的是悬翻侧蹬动作。注意看，这个方向我做完了，那么我表示一下，向向回方向做。注意看，右手臂的动作，螺旋穿，穿完以后，双手去丰拢，同时抬起。这是使用腿的方法。刚才我讲的转鱼脊部分，也就是前世阴阳八卦掌所介绍的踏地掌部分，这部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走圈时可以不限圈数，但是应有一个要求，也就是顺时针走几转，那么逆时针也必须走几转，走几圈。用的换掌的方法可以采用丰拢侧踹和凝带的方法这两种。下面我开始讲解第三段。第三段包括踏鱼鳞、穿鱼腹、赶鱼浪。我把这段演练一下。在上中的基础上，我演练完了，现在我们分步教授。先讲解踏鱼鳞。在上动基础上，右手臂穿掌向左，然后内旋滚臂，滚臂，左手准备向上收掌，同时左腿开始旋兜，然后踏步收掌转转掌。我练习做一遍，下一动作是尾扫走踏，左腿左手臂同时动作，右手臂向内拢掌，左腿旋扫，而后右手臂向上滚穿，同时抬右腿抬膝，然后抖踏，
把动作练习做一遍。下一动作，旋蚕冲踏，左手臂先外旋，同时抬左腿向后缠拢，两手相交，然后向左冲踏，同时两掌翻出，把动作练习做一遍。好，我把这一小段整理做一遍。我们在上动的基础上，接着练习穿衣服。这是反背掌，开始动作，右手臂外旋，经胸前向上螺旋穿掌，而后做缠绕动作，提起向后撩掌调掌，这个动作叫旋穿撩调，因为我刚才走的是穿步。下一个动作，拢穿撩条，穿指步法而言，右手臂向左拢按，抬左膝，连弧线穿步撩条。下面动作，伸向右旋，同时右手臂向上缠绕，等于第二组的缠穿撩挑，再重复第二个动作，拢穿撩条。好，我把这小段动作连起来练一遍。下动作，赶鱼浪，左腿左脚掌向内旋捻，同时身体向右凝伸转体，同时抬右膝，右臂向上穿掌，完了赶步擦桩。下面的动作和这个动作基本上要领是一致的，我就慢慢的做一遍。
转步就步迈大一些，后步跟上，转身我再重新做一遍，现在我讲解第四段，包括悠游阴阳，蓬旋九天，摇反九宫，九宫收势。下面我演示一下，现在我讲解一下第四段，这个动作是悠游阴阳，这动作时右手臂向外旋，右腿抬膝向后缠绕，然后向右伸掌，然后内旋，左腿向前扣步，双掌向后滚扫，下一动作向后旋箫摆步，左手臂向后旋穿，而后左手臂内旋左掌，同时左腿向前扣步，而后双臂穿展伸向左拧，下一步动作左手臂向右滚扫，右手臂向左，双掌在头上方做一圆形动作，随后向前扣步做旋斜动作，随后转掌，这个动作是悠游阴阳。我把这一小段连起做一遍，要注意它的身法，悠游这俩字的字义。这腰部动作凌天坐顶，回身摆步裸带旋掌，注意看，
下面动作蓬旋九天，左手臂内旋向后翻拢，而后左手臂右手臂向右拧带，而后左腿旋踢，两臂反背伸一，百步落地。下一动作是一个旋斜动作，注意右手臂内旋旋斜，左手臂向右拢扎，而后伸向左旋小掌，百步落地，而后内旋右手臂外旋向上滚穿，后步向外旋山，我把这些动作再做一遍。下面动作是蓬摇九宫啊，是摇翻九宫。可以看动作，右手臂向左滚臂，而后向右翻掌，然后左手臂向左旋削，拢臂向左穿，而后左手臂内旋左掌，右手臂向内滚穿，指印本阳，然后本阳后压上步进步，阴阳相合。下一动作阴阳交互，阴阳于己，走 S 线，阴阳于辅。慢慢站起，好，我把这个动作再重复一遍。